妈，月姐，月姐，月姐，哇，你终于上了！我先上，我祝你平安。老师，你觉得我老吗？我觉得活到老学到老，与时俱进。虽然脱离舞台8年多，然后我就全心的投入我的另外的一个舞台，我的生活。上了这个舞台，可能很多年轻人会认识我。 我看看，50岁时的姐姐也可以这样，活得这么好玩儿。<笑>为什么正好在50岁这一年想要重返职场？我觉得是，就是儿子长大了，儿子说你为什么不参加？我说我为什么要参加？我问他，那个舞台适合你，你最适合那个乘风的舞台。我儿子快16岁了，我觉得是他给我动力，想让他看看妈妈50岁。 仍然可以站在舞台上跟年轻的姐姐们一起去挑战，并且比年轻的时候更加有自信，所以我觉得是榜样，我们俩互相要给予。姐妹们，给我喊着点儿！加油！太棒了！我虽然停了8年，再在这个舞台上我是享受，我唱完了以后不知道多少分，但我还想再唱。分数现在揭晓。谢谢老师们，谢谢。<笑>我刚才说手下留情，谢谢。